大家好，本期给大家分享应急救援拖车绳结。首先，我们用绳子穿过车子的牵引杆。副绳打一个绳圈，将绳圈压在主绳上面，再抽出一个绳环。然后将绳尾部对折，塞进主绳环内。接着将主绳收紧。当主绳受力时，非常安全牢靠。用完后解绳极其方便，一拉绳尾就解开。请看第二种，将主绳对折形成绳环，然后将副绳绕过主绳环一周，再将绳尾对折塞进主绳环内收紧主绳。无论是消防救援还是拖车，都可用这两款绳结。